油一个五指六米高的我，啊，哎，加汽油，够了，多了，收一点多了，桐油一级树桐油，散伙专用的啊，对，够了，半斤，够了，搅拌均匀。 为啥加那个汽油？现在汽油干得快，这是一个五指六米八兵，打底码线14斤。客户说是要求底缸比它油的硬一点，啊，油的给它硬一点。哎，所以说先油底缸。 来鱼两条，两条啊，轻松吧，简单吧，好吧，是不是？想吃鱼的时候拿个网去撒一撒，那就有鱼吃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有收获啊。 还有一条跳出来了，大的鱼货应该也好几十斤喽。喂，还有鱼跳出来的，你看。我们这里面搞的是活水仓，看到吗？ 搞的是个活水仓，所以说鱼吧还是比较活跃啊。看到没有？放这鱼还是很多啊，增养机也开着了啊，所以说这个鱼吧都是活的，是不是？没有下单抓紧去下单啊，在直播间下单的话我们有原包赠送啊，早下单早发货，原包来数量有限啊。